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高进晨。拍完了第一套，是不是很美呀、啊，丽佳？有小朵花。你看，我今天做了口花，但是好像没脱下，因为风太大。但是风景太好看了，太值了。就是刚刚呢，我这舞是在六马，特别好玩。虽然我们本来不是很熟，但是拍完就熟了。就是刚刚可以跟马说话了一点，他更理解我了一点。谢谢那一群马。我感觉这次来真的不是工作，真的不是拍摄，感觉来旅游、来度假一样。这风景太好看了，我们一会儿看看下雨套是什么，好不好？一会儿见。Hello， 下雨了，是我在想你。就是今天下雨有点多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有各种办法解决。就是刚拍完下一套，现在我们在特别特别美的地方，这里给你看。哦，散档了。哇，那里很远很远，还有羊，有机会来一次吧，丽佳。信我，特别美，好吗？那我现在过去换个衣服，拜拜。然后现在我换下一套咯，希望大家能够快点看这本杂志，感觉特别好看，相信我。